在台湾其实市场要做一个同一个剧嘛，要一直不断不断的演，要一直有观众进来，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。那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它能不能变成是一个下班下课后的一个娱乐享受的选项之一？为什么能够一直大家一直想要进来看？就是因为你每次进来都很开心。以现在的世代来讲，快乐变得很珍贵。